要唔要分享最翘口嗰句啊？系以你哋老邓世界花容。大家可以试下做呢个 challenge 啊！我如果好用心去读咧，就读到。以你哋律，即系会读咗以你哋律动令律动嗰个律动系好难读。音其实我哋每个人都要唱一次噶。跟住之後，我相信阿維都會心諗，你哋唱係啊，我都聽呢個聽咗好耐啊咁。你哋綠燈令世界花容，你哋綠燈令世界花容，你哋綠燈令世界花容。喜我的，但願繼續發現更多。係啦，咁其實你睇翻成首歌嘅歌詞咧，都好係講緊我哋成個團由我哋玩比賽嘅時候啦，跟住去到組成咗啱啱開端咯。係啦，咁就俾大家去更加認識我哋。係啦，既然大家都對我哋有一個 first impression 係都 OK 喎，咁樣咁不如中意我哋嘅就繼續發掘我哋更加多嘅你喜愛嘅嘢啦。就是天大地大，更多風波，今次起不會不會阻我太多。因為我覺得最精華是呢句嘢擺咗喺尾二嗰句，即是我哋再唱多次 chorus， 然之後我哋都就嚟喘氣咁滯，再唱多次天大地大，更多風波都唔會阻到我哋。嗰下我覺得嗰個位係提醒我哋夠啦，你一定要夠氣跳埋最後嗰一段，即是越唱越有感覺咯。嗰句對我嚟講。大家都會想了解大家多啲，可能傾下少女心事啊嗰啲嘢，即係呢啲係未，即係全部其實都未係好深入了解。之前都係因為練習多，係啊，即係見到佢哋就話啊呢只呢個呢 part 冇點跳啊咁樣，係啊，食咩啊？係啊，外賣叫咩好啊？係啊。我覺得好歡迎呢件事發生喎，即係我哋自己都好向往，會唔會可以有一個星期嘅時間俾我哋一起相處，係唔係工作嘅相處啊？因為我哋其實撇開我哋都係一個女仔，都有好多話題想傾啊。我自己會期望露營咯，因為露營仲要收手機喎。我自己係都係一個機不離手嘅人嚟嘅，但係咧，我覺得收手機，然之後對住個大自然咧，所有嘢係簡單好多、順遂好多，同埋你啲情緒會好放鬆咁出嚟。咁到時咧，其實你唔需要諗大家會點樣互 judge， 但係你自然會著想傾偈咯。期待期待，係咪大家都唔驚啲野生動物啊？驚，但係都想都要試嘅。我想同阿鄭合作啊，因為阿鄭咧其實係我師姐嚟噶。即係我係未見過佢啦，因為唔同屆啦。但係我覺得同佢嘅 vibe 好夾咯，因為我哋間學校都係嗰種癲癲地嘅 type 啦，所以我覺得可以同佢一起玩一下咯。我自己就好想都係曾經做過 dancer 或者係一位舞者嘅現任嘅藝人合作一下咯。即係大家都試過做伴舞嘛，係咁都可能會有一啲唔同嘅經驗可以分享一下，係做一個好犀利嘅跳舞作品。我幾想係欣怡啊！係啊，因為佢又做過我哋造星評判啦，跟住之後佢都係一個好忠於自己嘅女性，係啊嘅女 artist， 係咁就好想我哋呢個女團同佢可以有啲 crossover， 應該幾得意。我近排好中意 J 風，係我覺得佢唱歌好有感染力，好有感情，同埋佢可以將個 groove 帶到落去廣東話歌 ，which is 係我自己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嘢。但我好貪心喎。超峰同埋林家謙，系啦，因為超峰咧原因係因為我之前做 dancer 嘅時候有幫過 CLSA 做 dancer， 因為佢信佛嘅，跟住佢又好中意講道理嘅，其實佢都可以同你合作，係合作講嘢，跟住佢人好好啦，跟住佢其實都我自己覺得佢唱歌好有感染力啊，但係我未試過同佢唱歌咯，跟住林家謙係我私心，我其實好想同張敬軒啊。因為我覺得佢一個即係極好嘅前輩，應該會教識咗好多，除咗唱歌東西之外，就係做人啊！即係我都好想同佢合作一下咯。我同 Wink 一樣，都係自肥，想要張敬軒。我哋最終嘅目標可能係俾香港以外。其他地方的觀眾都會認識我哋，更加認識香港本地的文化咯。但如果你講兩年咧，我哋可唔可以諗大啲咧 ？Think big， 起碼我哋紅館演唱會係啦，紅館演唱會咯，或者我哋自己的根基真的要再穩固啲先咯。係啊，我會幻想呢一年都是 for 我哋嚟扎好個底嘅。
雖然係好難，雖然係好難嘅事，但係一個 set 一個高啲嘅目標都係好事。其實我自己就好少睇呢啲比較嘅，做星嘅時候都係即係因為好容易嘅，即係會攞你同唔知啊邊個邊個差唔多條件嘅嚟比較，咁所以我哋都會認同嘅就係我哋只同自己比咯，係即係我哋今次嘅作品或者今次表現同上一次表現有啲咩可以改善嘅空間咧，係啦，咁自己同自己比就仲好過同人哋比，係實際啲，係啊。我覺得所有的留言都是需要注視的，但純粹我們要大家互相八個齊心地去面對一些可能不太好的抨擊，我們缺少的無可留下的經驗，所以都要在觀眾啊或者是聽眾啊或者是經理人公司啊等等的東西去吸取，而且有些東西很難比較，因為我們 有些風格上太不一樣了，即係好難，即係男團同女團比，其實好難比。我覺得所有嘢都係經驗嚟嘅，係因為始終佢哋係開先河嘅人啦，咁所以可能啊，佢哋 IG 排版上面，可能你對比起而家同埋對比起三年前咁樣，其實已經好大分別。所以我哋好彩咯，即係我哋幸運嘅係我哋好感恩嘅。有師兄。係啊，我哋有人幫我哋去開咗個好頭。即係正我哋個團嘅特色啦，係我覺得係比較 energetic 少少嘅，即係所有嘢出到嚟都係偏向 powerful 啦，女性嘅魅力行先啦 ，positive 啲嘅 energy 啦，同埋因為我哋係選秀出世，選秀出生咯，即係真人 show 嘅時候，大家對我哋認識已經有啲啦，咁所以出到嚟可能嗰個貼近性會近啲，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嘅嘢咯。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